你是不是疯了？找个宰猪的来找恐龙？搞猪人来滚滚烫，宝宝去啦。 到而家一枪打死你！等咗十年，我就因为国家嘅任务，其实你唔会咧，就算一张厕纸、一条底裤，都有佢本身嘅用处噶嘛。你哋亲，你要记住，恐龙头骨标注住我哋国家嘅尊严，绝对不容许落喺外国人嘅手上。仲有金枪人嘅身份系极之神秘，而且心狠手辣。今次我接受国家嘅任务，应该有备而来。 想再听到你度乱噏啊！你呢种爱恨分明嘅性格，我真系好欣赏。哇！我烫住。唔好啊！